狄林子，师傅，徒儿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，师傅，你怎么落得如此田地？师傅中了他们的计，真是可恨！师傅，您的武功。 这个没什么，倒是你，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都是那个道成，狄灵子啊，你，怎么？银光前辈，来得正好。那么接下来就由你扮我，而我扮帝灵子。有劳前辈了。前辈的表演虽说很卖力，但是你的漏洞百出。我在梁京的时候就已经怀疑到你了，这次特意赶到洛城来。 就是怕你再捣什么鬼，只可惜我们千防万防，还是出了纰漏，害得萧老先生枉送了性命。那你们究竟是何时发现我的？哼，内中缘由，一言难尽啊。既然你们早就识破我，为何现在才动手？ 我们就是要引蛇出洞啊，将你们一网打尽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们必须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才好动手，比如说这儿，惊不惊奇，意不意外？啊，那么现在开始，就由他扮我，我扮你，然后去找你那成天扮神弄鬼的师傅，不知道他是否能看穿我们呢？ 看来萧老先生悟出的东西，都在这张纸上。来人，拿下！原来如此，那么老君山上遇到的人，应该就是假的喽。弟子帝灵子参见师父。是啊，师父，当时弟子已经被关进大牢，您所见到的我，定是尹光所扮。老夫一生图谋，机关算尽，到头来却被别人算计，现在已经成了废人。他们。 恐怕已经拿到推背图。老哥，你先看看，这是从帝灵子身上搜出来的龙门石寨，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可不是嘛，谁能想到龙门石寨太大了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袁天罡、李淳风这两位老前辈算到了今天，故意在耍我们？ 不会，窥测天机，本就是难上加难之事。纵然元理二位天师能预测天下未来之事，但今时今日之事，绝不可能预测到。那只能说，这推背图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。唉，我还是心有不安呐。推背图的问世，不知是福是祸，能预测未来，这不一定是件好事啊。金子，根本是这小子金枝要解开禁制，必须得救金子。